奖。本校协助台北市立万华国中办理107学年度生涯及升学博览会活动，顺利圆满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教务处王玉玲主任代表献奖。本校协助台北市立木栅国中办理94周年校庆表演，活动圆满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一队教练黄耀廷代表献奖。本校协助新北市新埔国中办理33周年校庆音响支援及一队表演，顺利圆满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影视科谢良新主任一队黄耀廷教练代表献奖。本校协助新北市政府办理107学年度公私立高中职暨国民中小学家长会长授政暨感恩大会，活动顺利圆满达成任务，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实习处陈明宪主任代表献奖。本校协助台北市立石牌国中办理107年度校庆及勇往直前活动，顺利圆满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演艺科朱正威主任代表献奖。本校协助台北市立古亭国中办理107年度校庆及生涯发展教育升学博览会，活动圆满顺利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内容科林玉文老师代表献奖。本校协助新北市立树林高中办理75周年校庆音响支援及表演，顺利圆满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学务处曾秀芝主任代表献奖。本校演艺科协助新北市三重高中办理107学年度第一学期九年级班级周会课程讲座表演，活动顺利圆满成功，特制赠感谢状以资感谢，请演艺科简鹏哲老师代表献奖。颁奖，本校家政群许晴如老师参加107年度教师教学档案制作竞赛荣获特优，颁发奖状以真，优胜奖金18000元整，受奖人员请出列。本校推荐参三层吴坤化同学参加107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自治干部研习营，表现优异，特颁研习证书以资鼓励。受奖人员请出列。本校推荐演二强洪子俊同学参加107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社团干部研习营，表现优异，特颁研习证书以资鼓励。受奖人员请出列。李恩惠同学参加107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诚信研习营，表现优异，特颁研习证书以资鼓励。受奖人员请出列。本校参二进演杨建生参加2018美国密西根国际精英杯竞赛咖啡拉花比赛荣获亚军，颁发奖状以真，奖杯以座。受奖人员请出列。校演三勤毛玉妹由学校健报财团法人勤劳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获选106学年度下学期清寒勤劳奖学金，颁发奖状以真，奖学金1万元整。受奖人员请出列。本校餐饮科参加2018 BOTC 马来西亚槟城国际厨艺竞赛获奖人员，参三强周贤浩荣获西式鸭肉、西式鸡肉金牌，参三强林怡君荣获意大利面银牌、西式鸡肉铜牌，参三强林玉敏荣获中式翻糖蛋糕铜牌。受奖人员请出列。本校餐饮科参加2018 TCAC 台湾国际厨艺挑战赛荣获奖人员，参三强周贤浩、林怡君荣获青年双人赛铜牌，参三强林怡君许素媛荣获西式海鲜青年组铜牌，参二强陈燕达荣获中式肉类青年组铜牌。以上各颁发奖牌以面，奖状以真。受奖人员请出列。漫画比赛获奖人员如下：第一名多一张谢廷芷，第二名每一张谢怡君，演艺情朱玉涵；第三名演参三进林文轩，演艺真林敬倩。以上各颁发奖状以真，受奖人员请出列。第一次厕所整洁评比饥饿班级如下：第一名参二义，第二名美二进，第三名参三纯佳作，又三庄参一强。各颁发奖状以真。以上受奖班级代表请出列。美容科协助107学年台北市金赞奖优良志工表扬活动大会圆满达成任务，特颁工作奖金每人1200元。陈伟博、姚家豪、陈庆文、陈意涵、吴云奇、郭佩杰、汤婉玉、许玉英、吴晨如、林瑞成，带队老师林玉文。以上受奖人员请出列。生活管理竞赛获奖单位如下：中正宿舍第一名 F 请参议人杨志月，第二名林请参议爱林美红，第三名 B 二请参议爱曾礼善，
民生宿舍第一名209请餐二字麦嘉玉，第二名114请餐一进林香起，第三名207请餐贺纯。四项竞赛比赛得奖班级如下：三年级第一名又三庄，第二名参三进，第三名多三庄，第四名参三存，第五名参三字。二年级第一名美二庄，第二名美二进，第三名福佑二，第四名影二庄，第五名演二仆。一年级第一名演一仆，第二名演一字，第三名农一庄，第四名演一真，第五名参一强。以上授奖班级代表请出列。第十三周四项竞赛比赛得奖班级如下：三年级第一名多三庄，第二名参三纯，第三名参三字，第四名又三庄，第五名演三琴。二年级第一名美二庄，第二名美二进，第三名演二强，第四名福佑二，第五名演二仆。一年级第一名演一字，第二名演一仆，第三名美一庄，第四名演一正，第五名农一庄。以上授奖班级代表请出列。